喜欢打高尔夫球的华人现在有福咯，连续举办超过有20年的金文杯高尔夫球赛，3月25号将在历史悠久的哈冈高球场挥杆开球，也欢迎各界的小白球爱好者把握机会。他们每一年的这个举行呢，除了在主流社会能够让大家印象深刻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透过彼此的这个互动交谊呢，然后他们很多新的概念新的创意就产生了，那对整个社会尤其在公益事业方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创意跟发挥。这个球场是一个在南加州拥有快100年的悠久历史，非常高级隐秘的球场，基本上很多在南加州的爱好高尔夫球的球员里面也很难订得到这个球场。会长陈玲华表示，活动分为团体组、个人组、长青组以及男子和女子组，鼓励以球会友健康运动的同时还有4个超豪华一杆进洞奖，分别是 BMW 以及 Honda 所赞助的汽车，以及中华航空与长荣航空提供往返洛杉矶与台北的商务舱机票。希望球友在切磋球艺的同时，还能满载而归。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